欢迎来到贴教室，距离农历新年只有区区的四天，今天2月8日，腊月27，宰鸡赶大吉。这一天家家户户除了要宰杀自己的家禽，还要赶集上店采购。腊月27赶集主要是买卖年节物品，例如鞭炮、春联、香烛、烧纸、牛羊肉，赠送小孩子的各种玩具礼品，女孩子的各种头花饰物等等。这一天各地的集市都十分火红热闹，除了昨天炖肉今天炖鸡以外，还要准备更多的肉菜、素菜等，以备过年时候享用。每天厨房里都是热气腾腾，香味扑鼻，年就是这样带着形、声、色、香、味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。明天农历28，我们再聊。这里是 K 教室。